城市不断进化，三商餐饮也不断地深入每个人的生活。三商餐饮从三商巧福起家，多年来三商巧福已经成为全国最大的牛肉面连锁店。经过持续不断的品牌扩展，三商餐饮的各大品牌早已家喻户晓，深植人心。秉持品质、美味、超值的核心精神，旗下展店数已超过400家，深入住宅商办门市、百货商场门市、国道服务区门市等北中南各个人潮汇集处，与你我生活中满足台湾每个乡镇社区的外食消费族群需求，持续创新，成长蜕变。我们不断与时俱进，挑战自我，提供更优质便利的服务。从实体到虚拟的数位整合，拓展多元服务。从产品到服务，不断创新，不断精进，延伸核心竞争力。在日新月异的消费市场，跨足不同料理类型，打造多元品牌，扩大餐饮版图，满足多变的味蕾和需求。透过连锁体系，坚守健康美味与优质服务的一致性，成为广获信任的餐饮品牌，在连锁餐饮市场占有一席之地。我们秉持三大核心价值，坚持用心与美味，并建制中央厨房，从产品研发、试吃品评、食材采购、生产品管，再到仓储物流，落实管理机制，以高规格、高品质维护食品健康与安全，坚持把每个环节做到最好。因应数位时代，满足消费者使用习惯，透过 APP 串联各品牌，打造以会员为主的行销策略。透过数据分析拟定行销策略，导入线上订购、外送整合、自助点餐等，满足现代人多元创新的饮食文化。瞄准 B 经济，抢进宅经济，三商餐饮跨足电子支付生态圈，提供多元的消费服务。除了自有外送车队，也结合第三方外送平台，有效分配人力，兼顾内用与外送，创造双赢。拥有多元品牌是三商集团综合连锁餐饮的优势。为了将服务做到最好，我们在2019年推出三商爱美食卡 APP，成为各品牌对会员沟通的专属共同平台。我们希望与顾客交心，精准掌握顾客喜好，活化数据利用，了解消费行为，增加品牌粘着度，同时推出各项好康优惠，提供会员有一机在手享尽美食的好体验。我们成立了云端厨房，整合各方资源，增加效率，节省成本。以三商餐饮多品牌经营经验，透过共享厨房空间的概念，专业经营于外送市场，用好的商业模式，让好的商品快速分享到更多的地方。此外，云端厨房的建立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创业环境，让地方与市场品牌相互合作，达到企业、消费者、创业者永续三赢的局面。100-1=0，是我们对品质的坚持。三商餐饮中央厨房在北中南皆有厂区，共有3000坪生产中心，4000坪物流中心，全台40条物流路线全年无休，每日配送，以作业标准化、人员专业化、管理系统化的经营方式，执行一贯化管理，精实生产。活用采购策略，致力于扩充产能，提高产品自制率，供应全台门市。不仅如此，2013年，三商餐饮中央厨房通过并符合食品安全管理之最高原则，不断在食安把关方面持续自我精进，朝更高的标准迈进。2020年，已有2项外卖牛肉汤包获得洁净标章认证，秉持减少使用添加物。用天然食材调理出说服消费者的味道，背后付出的成本、人力与时间，都是三商餐饮对消费者健康许下的承诺。此外，
三商餐饮也同样重视永续发展经营，针对环境保护，逐步采用绿色节能设备，用行动具体实践落实共存共荣目标，与政府和同业品牌携手公益合作，给予弱势族群更多的资源与力量，重视人才培育，借由各项课程活动经验传承，凝聚向心力，更致力打造安全健康的职场环境，确保三商餐饮最大资产的员工都能获得妥善照顾。三商餐饮始终以安心共好的经营理念走向多元发展，支持创业育成，深耕台湾，布局海外，以道地口味征服世界的味蕾，用餐点成就你的生活态度。三商餐饮。